每年的效果一年都比一年还进步，去年跟前年在展览中心都有不错的表现，认为在探短期，那我们整个那个知名度也能够大开。我们的好公司、好企业、大企业也很多在我们桃园，让大家呢来共襄盛举，来完成这一个全国性的一个观光工厂一个嘉年华。那今年是办到204摊，那预算的部分也是前几年的3倍，单一活动的现在已经有2500多个人点赞了，来客量、营收，绝对是历年来会是最好的一年。所有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年我们特别第一次办了，就是观光工厂的全国嘉年华。大家去了以后，一方面可以学到新知识，一方面也可以五家购物的啦哈。借由这个妇幼展，我们把桃园的所有的知名的大咖的你们都想象不到，原来这些工厂都在我们桃园县。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到我们的妇幼展及观光工厂嘉年华，一定能够得到最大的购物的满足。那我们今天的妇幼展，我先说这个规模应该有超过台北的世贸展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妇幼展一方面摊位最多，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在地生产的，所以直接从工厂拿过来的，好多的商品都从一折开始。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这几天的妇幼商品展，以及第一届的全国观光工厂嘉年华。最后祝福我们所有的活动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参与，谢谢。中正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